没意思，不玩了。对面的上路居然是个王八。ADC 居然是个大嘴儿，哎呦我操！净整这新奇的玩意儿了，不是大嘴儿就是王八。行，来吧啊！还水晶的小王八呢。其实打王八退线就可以，我觉得，算了，不推了，他爱补不补，我要不推还能让他少补点兵。这个王八咱肯定是杀不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补刀来压制他。他这个英雄补刀特别费劲。nice 啊！哎呦啊，单杀呀！我争取一刀不漏啊！他在塔下补刀肯定特别费劲。先去查个眼儿。出个萃取，我觉得行，可以出萃取，对吧？提亚马特配萃取，是啊，兄弟。这波不亏，有炮车，没事。还好，还好，可以接受，喂的还行，其实。怎么的？他塔皮子不吃啊？吃了。这就是我们比对面多出来的一个技能。好好的把它给利用上，要不下路这波双杀不了。这是知道我来了。
卡牌才五级，你要有大可以杀。哎，这能把我给秒了！我天哪！其实我可以不死，我感觉。我没寻思他能把我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爱跑，我寻思他怎么的，他也不能把我杀了吧？他居然真的把我给杀了！哎呀，天哪！来个萃取。说好的萃取都忘除了，来个萃取啊！开始挖矿。可以杀，等一等。哎，他是看见寡妇了吗？这波卡牌好像可以飞。我觉得我都可以像炼金一样直接就断线儿去了。打吧，没事，打架吧，我就跟他慢慢追。
不是躺，咱出个推举，慢慢推去呗，你推我推对吧？我马上吃你，吃你打皮。你说这有什么用呢？这，这又有能什么？又能有什么意义？你说这有什么意义？没意义呀！我还多个传送。我还省了个传送，还挺好啊。他兵线他也没吃，然后传送他还用了，我还省个传。这波断我传送非常正确，我要是传了还不如不传呢，我感觉。省了，挺好。省了一个传送，不错。他去你那儿了，那咱也不知道啊，谁知道这王八去你那边了。我这萃取还28个就发钱了，马上发钱21个。花钱了，就吃狗屎的。下路一直在死啊，我这听阿布你怕没有思密达，乔布悄悄思密达，思密达，看。王八成小 boss 了，我萃取没发呢，等我发钱呢。我也懒得理他，俺俩就浓，哎，没事。塔没了吗？
我赢了，是我在上路啊。我赢了，我把上路塔拆了，发钱了。哎呀，差一个呀，这差一个怎么办啊？差一个兵，简直是在逗我玩。发奖金了，溜了溜了。这是不可以卖了，那留着吧。这萃取出的灵不灵性？瞬间我们比这王八多500块经济。你要干啥呀？啊？你要干啥呀？你要越塔杀我呀？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操！你真当自己是无敌了？我这叫黑切，大哥！你这是有点过分了，这是啊，差不离儿就行了，怎么还过分了呢？开始。快走快走，王八过得来得有点快，王八。哎呦我操，杀露露，我马上传送过来啊。你俩可没啥伤害呀，我都不看。大龙没了吗？这不，大龙可以要，来呀！居然有闪！打得真快！事实证明，王八这英雄。团战还是不咋地。黑子，要说打团还得是猴，你知道吗？
有点无敌了，这是个投降了，可以啊，拿下。